好，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里，这一本身是我们的 MiraCast， 那它接的方法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台本身是录影机或电视都可以，这有一个 HDMI 的口。那然后呢，我们把第一个是它本身在 MiraCast 的部分，这里有一个 HDMI 的接头，这里有一个5伏的送电，这边要送5伏的电给它。那本身电视后面都有一个 USB port， 就直接拉一个 mini USB 转接到电视就可以给电。那我们直接 demo 的方式，直接用投影机来做 demo。所以直接第一个步骤呢，是我用行动电源也代表5伏，直接给电，给 MiraCast 的电。那我们只要一送电的时候呢，一送电的时候呢，会发现蓝光有亮起，所以 MiraCast 本身已经有电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把它接到 HDMI 的接头上面去。那这样的安装的步骤就完成了。好，这是步骤一。